还真是个有担当的男人，是我死缠烂打。你可以护着你的新欢，但没有必要把我往死里踩吧。我今天就不应该来自取其辱。从今往后，我跟你们，我们不到黄泉，不相见。小婉，小婉，只有让他死心，他才会回重庆。 留在这儿对他自己可我们都不好。你不了解他的个性，你这么急他会出大事的。小婉，交给我，赶紧上班去。小婉，小婉，我操哪！滚出来吧！看戏看那么久，还没完了。哎呀！ 小婉，小婉，你小心点儿。小婉，小婉，林姐，这怎么了？你怎么样？姑娘没事吧？快让我看看，哪受伤了？没事吧？姑娘，姑娘，你这么不舒服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对不起，你走吧，你走吧，没事没事。就这样。小婉，别跑了，太危险了。 有话慢慢说，行吗？有话慢慢说，行吗？快起来，慢点儿。你都不认我这个妹妹了，还留这些珍珠做什么？怎么会呢？我从来就没有不认你，是你不认你自己了。我答应过于伯伯要好好照顾你的。 欺骗我，背叛我，跟我的丈夫私奔，这就是你说的照顾？小婉，那人不是你的丈夫，你心里很清楚。况且很多事情眼见不一定为实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总有一天是哪一天？你们都把我当傻子吗？ 在重庆的时候，你跟我说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让我相信你。可是你们联手挖了我的墙角，让我同时失去了爱人跟亲人。让我怎么相信你？小婉，你别这样好吗？于伯伯看到你这样会心疼的。人走了，还有谁会记得？ 4万万同胞记得。
辣椒可得多放点啊，小婉喜欢吃辣。放心，半个川菜厨子。 菜好了，装盘。来了来了，转转。慢点啊！快坐下，别那么生分。 小婉，我想安排你尽快离开上海。怎么？我在这儿会妨碍你们吗？会。放心吧，我要是被日本人抓了，我就选择跟他们同归于尽。死不算本事，活下去才是最难的。 说实话，我在重庆的时候，比在上海好多了。到上海之后，我都没有跳过舞。可是我不想再回重庆了，我只想跟你们，我最牵挂的人在一起。你也是我们最牵挂的人。 萧婉，于伯伯为革命牺牲了，你是他唯一的血脉。萧婉，我建议你听从张丽的安排。 好了，李姐送我就好了。你以为现在是太平年间啊？这么晚了，你们两个女人，没了你，我们两个女人还不活了吗？
这个叫骆驼的人，肯定跟于淑年同志的牺牲有很大的关系。不仅仅有很大的关系，这名骆驼彻底切断了他自己与组织上的任何关联，成了一个谜团。我们必须要马上找出这个骆驼到底是谁，究竟去了哪里。找到骆驼之后，我建议对他进行甄别，我直接怀疑骆驼就是凶手。 保护好于小婉，我会尽快安排人送她去延安。嗯。阿子，好嘞。挺开心啊，老子发达了啊！上班的时候你不做，还要打客人？老子又不是没有钱。 你不拔牙到我这边来干嘛？出来转转不行啊！我跟你说，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到你浑身都长满了牙齿，我过来看一看到底有没有牙齿。去！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生意啊？接了个包打听的生意，这五都天天在五行里面，我只好在外面。 都是一些小道消息，还不是看阿子嘞？怎么了？这是特工任务啊！你这是特工啊！哎，不要让别人看出来好不好？看，那么是马丁。 那个男的是谁？新城商行的李老板。哎，那点都还有阿翔咋跟了？这几天嘛，天天陪着马天，还有那个唐曼琴的港女跳舞。我那个跟班干部在屋了，说是在和马天做生意。新城商行的李老板？那，农民德啊？万宁的。有没有打听出来他们俩做什么生意？ 说是在做丝绸生意，哎，说是过两天有一批货要到广州去。这个地方安全吗？路口有兄弟守着，应该没问题。坐吧。张丽说你有要紧事找我。对，我之前说过要帮你们运药品出去，现在就有一个合适的机会。说说你的计划。 根据可靠消息，3天后，也就是18号，新城商行会有一批货品从上海运往广州。特高科的麻田在其中占有股份，所以货物免检。你是说把药品混进新城商行的货物里面运出上海？对，火车经过石湖荡车站1公里之后，由你们安排在车上的人把药品沿铁轨抛下。我们会埋伏在铁轨旁，随时接应药品。就是这样。 但是车上还需要一个人随行接驾。我去，如果遇到突发状况需要随机处理，多方协调，我认为我最合适。我同意张丽的意见，就按这个计划执行吧。是。 好吃，辣子我算了。那当然了，我特意让老板加了2份辣椒面呢。真的？嗯。阿丽姐，你说实话，你是想我了才买的夫妻肺片，还是看到夫妻肺片才想起的我啊？小婉。嗯。 我最近要出趟远门，可能要过阵子才能回来。有什么事情就去找陈山。李姐，你这是要去？
上次你跟我提过，希望我离开上海。想好了吗？我已经没有亲人了，你就是我的亲姐姐，我想留在你的身边。想要更好的留在我身边，就要听我的安排。放心吧，我以后一定会去找你的。相信我，这样对你、对我跟对陈山都好，只有你安全了，我们才能安心的工作。好，我听你的。李姐，你这一走，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你了。答应我啊，一定要去找我。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去延安找你的。我爸爸生前一定很向往那里吧？是，我们都向往那里。李姐，真希望你现在就能跟我一起去。等到胜利的那一天，在这个我们自己的国家，我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所有的地方都跟延安一样无比光明。希望那一天早日到来。我到时候啊还要住重庆，也可以住上海啊。他总算是同意离开了，我还真担心他不愿意走。我身边的定时炸弹已经够多了，不过现在延安的道路封锁得很严重，小婉要直接去延安的话，只怕会引起荒木唯的注意。让他先去广州。去广州？我原来正好担心你忽然离开上海会引起荒木唯的怀疑，现在小婉要走就是一个最好的掩护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我以送小婉去广州为理由，顺理成章地坐上那趟火车，然后同时完成送药与送人的计划。我马上去联系钱石英，让他安排广州交通站的同志接应一下。你也尽早做准备。我正好可以去乔瑜那里再给他添把火。呀，锅糊了！哎呀，赶紧，到了。你想想，汪主席那手底下那些人，那哪个不是因为跟日本人关系走得近，才身居高官的？不服气啊？不服气，改天你也立个大功给他们瞧瞧。那功是那么好立的吗？说容易呢，其实也容易，就看你有没有路子。你脑子好使，你倒是给兄弟我指条明路啊！告诉你啊，荒木先生现在心里边有两块大石头，你搬掉任何一块，这都是大功一件。什么石头？这第一件啊，我结婚的时候，周海潮派人来砸场子，这事儿可没完呢。你要是能把周海潮给找到了，再顺便把飓风队给拔起来，是不是大功一件？那周海潮那跟个泥鳅似的，前田英子都没抓着他，我上哪儿找他去啊？你不是说你比前田英子有本事吗？那确实不好找啊。那个行，那咱们就说第二件啊。之前不还丢了一车药没找到吗？这可是荒木先生最大的心病。你说这没错，心病还得心药医，可我哪儿找这药去啊？反正我可把我手下的人全部撒出去找藤了啊！到时候要真让我先找着消息，还得劳驾兄弟配合我一起抓人。这上公馆可是日本人的地界，咱们中国人想出人头地，那就得抱团。对，你说这对，陈山，还是你脑子好使。
好。你好。请帮我将这份电报派往广州。好。陈平先帝，省美将于18日由沪启程，乘坐火车赴穗，预计20日到达，请予接待。余兄石英，拜谢。菜刀在16铺，大小也是个人物。现在来这个地方搞这种臭烘烘的么子，像个干苦力的一样。哎呦，你们就不要再露宿了。反正啊，跟着山哥混，肯定是有奔头的。这我懂的呀，肯定的喽。我们现在做的这是大生意，抢日本人的东西啊。山哥说什么来着？明什么，暗什么？哎，你有没有发现，自从他讨了这个读过书的老婆以后，讲话都是4个字4个字的，根本听不懂的。这句话是这么说的：明修暗道，什么什么就治痔疮了。哎，还痔疮了，还我就知道你没听懂什么堵痔疮。没有啊。山哥哪能想到他来了？粪车运要臭了，听懂什么？这就是山哥的高明之处啊！粪车运要嘛，最安全了。段老爷，老爷，等等，等等，我要倒尿。救命！等等。哎，老大，你说这大半夜的得去火车站值班查货，这白天还得去办公室上班，日本人是想累死我们。要抱怨找日本人抱怨去，跟我说有什么用？等等等等。等等，我要倒尿。这也不是我的客户吗？别看，低头。我要倒尿。这边。满了。走。咋满了呢？这边这边。我比以往还来得早了，咋就满了呢？也满了。下一辆，下一辆。你刚才怎么知道那两个人是特务啊？山哥让我执行过一个特殊任务，我见过这两个人的。什么特殊任务？特殊任务不好讲的，好吧？哦呦，你了不起，你了不起死了你！我跟你讲啊，我现在还有其他任务要做啊，你在这里看好车，等我回来。哎，你弄要去做啥了？特殊任务不好讲的呀。你回来给我带两屉小笼包。晓得了，晓得了，晓得了。你快点啊！谢谢啊。哎，好嘞，慢点。哎，不吃早饭了？有别的安排。江云那边怎么样了？R已经下了，根据我对他的了解，10有8就会上钩。
山哥，你放心啊，我办事情你放心。这个宝根我没见过，他们两个不会是在十六铺码头混的吧？这么跟你说吧，我救过他们两个的命，我叫他们做点事情呢，还巨矮物啊，都可以救别人命当别人大哥喽。关键，当哥教的好。说说，你是怎么救他们的？上个月，他们两个到上海来了，没事情干，都饿死了，千钧一发之际啊。我口袋里面有点小钞票，先给他们了。那钞票是我给你的吧？嗯，对。那这么说起来，我才是他救命恩人，好吧？嗯，不对，钞票你给我了，就是我的钞票。哎，我不是菜刀，不上你当。他们两个脑子灵光不灵光？跟我比嘛，肯定是没有我灵光的。要是跟菜刀那个黄鱼脑子比，菜刀就是个港独。嗯，这么跟你说，你交代的事情，我才只说三遍，全记下来了，标点符号都背下来了。货带来了吗？这是日本军方的货，我可没胆子吃。您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哎，兄弟，我请你吃碗甜豆浆啊。弄啥人啊？我不认识你。我就是想跟你做个生意，做了生意了，咱不就认识了吗？站住，坐下。这批货哪来的？我问你呢。人家给的。人家给的？真的没骗你，他们昨天晚上给我一身衣裳，给的这个。他们是什么人啊？我不认识，他们拿米袋子套着我头。他们就不怕你拿着他们这批货跑了？朋友，听着啊，你要想活命，就他妈得跟我说实话。我哥被他们抓了，我要是跑了，我哥就没命了。他们想让你干嘛呀？他们让我来这儿见一位大老板，说让我把这货交给他，如果他要是满意的话，明天上午十点我就带他去火车站旁边的洲际金铺见面商谈。洲际金铺，老板，我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您把枪收一下。那位大老板都跑了，我这回去怎么救我哥呀？行了，兄弟，别害怕啊，听我跟你说。那个老板跑了，我不是来了吗？现在呢，是谁有钱能买你这批货，谁就是老板，对不对？听着，回去告诉你那个雇主说，他这批货成色不错，他有多少我就要多少。明天上午十点洲际金铺见。行。说好了。
这搞定没搞定啊？我一会儿过去看看。搞定了。你怎么晓得？如果事情没搞定的话，只有两种可能：第一，乔玉发现了，那么宝根应该马上就跑。宝根他没跑。第二种可能，乔玉知道了，但是不想去见这个货主，那他马上就会把宝根抓起来。还是山哥道行高哈。老板，再来一碗打包。荒木先生，我可不可以有一个请求啊？你说。我已经有快一年的时间没有见到爸爸了，我可不可以去看看他？要吃多少，我都能给你买了。爸，看，生煎。哎，爸，你别吃那个呀，我给你带的华茂饭店的潮汕糊，可好吃了。来，你来尝尝好吗？来，来，爸，爸，你。你干嘛呀，爸？这些都是我给你带的吃的，你干嘛呀，爸？这个珊瑚我留给我女儿小夏吃。我就是小夏，爸，我是小夏，爸。你不是小夏，我是小夏。你不要来抢我女儿的东西吃，这算是罪。爸。哎，秦山，我这还满处找你呢。给，今天晚上该你了。这么快又等我了？什么快不快呢？谁都跑不了。你说啊，就这火车站检查物资的事儿也得咱们去，一点油水都没有。老乔，我能不能麻烦你一下？你说，是这样，
张黎的身子一直也没好，他这不马上就要送于小婉去广州了吗？我本来说好了，今天下班之后陪他一起去抓几副药。哦，那这事儿你得去啊。这样，你陪你老婆，今天晚上轮班，我来吧。就知道你够兄弟，改天请你吃火锅。我不跟你客气啊。这个呢？哪儿呢？乔先生，你好，星辰商行李星辰。哦，李老板，久仰久仰久仰。乔先生，这生意又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你看你这话说的，这么晚了，不还得麻烦李老板亲自跑一趟啊？其实啊，有什么事儿，打个电话就行。哪里话，这兄弟们才是真辛苦，一点小心意，给兄弟们喝茶啊。客气了啊，太见外了。太见外了啊！哎，你们仨，愣着干什么呀？还不赶紧把李老板的货装上车去？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哎，李老板，有机会一起喝茶啊！好，一起喝茶，一起喝茶。行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再会，再会，再会。啊，李老板的货放那儿啊。完成了，好，注意口风要严密。